上聊。将机械臂式扫描引入文物的数字化采集，使文物的数字化采集也具备了自动化以及人工干预少这两个优势。通过结构光投射器向物体表面投射，然后通过两台工业相机拍摄，对结构光进行解码，配合机械臂的运动还有转台的旋转，最终完成文物表面三维形貌的一个完整采集。按一个自动扫描键，它就可以自动的完成整个扫描步骤，它是一键式，然后再通过一个自动处理按钮就可以完成从点源到模型的一个完整的处理步骤。而我们的这个点的采样密度是非常高的，每0.1毫米我们采样一个点，我们纹理信息的采样分辨率会更高一些，就是能够做到0.05毫米，最终生成一张带有纹理图像的三维模型。在虚拟环境中，我们是可以对它进行渲染展示以及很多虚拟修复啊。尤其是提高馆藏文物它的数字化的效率，博物馆它在保存文物过程中，文物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风化或者老化一些现象，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用这种数字化手段对它进行一个留存，那么它的原始的风貌就永远的就损失了。我们可以研发不同的系列，针对小尺寸文物以及针对大尺寸文物的采集设备，然后从而实现更高的采集效率。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变成水，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那一天使用个1000至1000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请上快点购，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